逆天改命小能手。你不用看我哥，肯定是你了，逆天改命。就这个人，他可能出生设置某一些设置不是最最优质，但是他经过了后天的努力之后变得非常非常的优质。比如说身高，就是很多人是天生的。你们有没有就是父母有没有关注你们的身高？比如说让你吃什么会长得高？这没有啊，不然还是这样。吃牛奶。那好像都会这样做，家家户都喝牛奶。而且那个牛奶还是那种就是定做的那个，对，然后玻璃瓶，别人送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志廷，你们家有没有过那些？就让你干嘛？有我还得这样吗？有我还得这样吗？让你笑，就你一个人笑，好气哦。真的，我见过就把孩子调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有，你呀、啊。掉得好，我一天都没掉过，牛奶也没喝过，啥都没有。我们父母就那种特别是开心就好的，我现在不开心怎么办？开心就好。那到底谁是改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好不好？陈佑维的身高188.5，你这么高啊？陈佑维，关键是基因身高只有179.6。但是他逆天数值达到了8.9厘米。哇，你的逆天数值给我分一半，我都开心。我跟你说，念念不忘。